这是支千年蝙蝠药，不知吸了多少人血，小心啊。你师兄，小女子被亲人遗弃雪山，被恶灵附体，从此以后无法控制体内寒气，变成了一个不人不妖的怪物。怪物的嘴这么老，那你会一直被关在这里吗？不会，明日我将被征绝。这么惨呢？你是新来的吗？我是偷偷进来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天上的神仙都比我身体还冷，怎会听我废话？对啊，所以我一直都做不了神仙。好冷啊！仙人，能否把那盏火往这儿移些？小女子想烤烤火。好。你该不会坑我吧？人有善恶，妖有好坏，再说我也没让你放我出去啊。也对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把火弄灭了。没事，我去帮你找别的。
凡是那些背信弃义的人都会被我冻伤，而且永远不会解冻。你放心，你救了我，我是不会动你的。我救过你，谢谢你帮我熄灭了三昧真火。三昧真火就是你移动的那盏火呀。三昧真火不得移动，想镇住我没那么容易。好，你利我，我还不能死。我要去找一个人了却我一桩心愿。你走吧，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。再见，再见。大师兄，是你吗？是我，你们三来这里干什么？师兄，鬼婴镜照下师父进了镇妖司，听听说是师父放走了血妖。玉帝大怒，要师父法外苦楚，我们向玉帝要了一日时间，定要捉住血妖。啊，不是师父放的，是我呀。啊，谁要捉我？正好我寒气逼身，拿你们泄愤。我们乃是神仙，岂容你放肆？不用打，不用打，你们打不过他的。
会有血光之灾，害你的人是……这位公子，今晚一定不能走夜路啊！啊，公子，公子，还照顾你呢，给我走开！哎，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我这小兄弟脑子有点不太好使，来来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什么你呀、啊？还不赶紧走！不好意思啊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！敢说我命不好？你是？哎呀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这你就不懂了，穿成这样，又注意博取凡人的同情心。谢谢大爷。原来神仙要讨饭。一看就是个凡仙，哎，神仙是不可以对凡人使用仙术的，会遭天谴的。谢谢大爷，午饭吃了。那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捉妖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当神仙当了这么多年，就没有一个妖从我手上跑掉过，我丢不丢仙我啊？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知道，三位真火了，我好不容易请来镇大的，被你给整灭了。你知道的，哎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昨天晚上我都看见了，他不动你。昨晚你在，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呢？我的天哪！血妖又叫怨念之妖，妖力排行榜前三名。我的天，又被打成什么样？又不是没看见，我都吐血了。我奇怪，他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昨晚他不动我呢？我真的太喜欢你，神经病。我是的确很帅，哎，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你。谢谢大爷。你知道怎么让玄女冻上的人解冻吗？怎么做？杀了他。好，为天下苍生。拉倒，你打得过他吗？你？那该怎么办吗？我的神力，加他对你的喜爱。再加上我的捉妖神器，一定可以马到成功。你有捉妖神器？我这个神器可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啊！而且这所有妖怪都一定管用。是吧？那是什么？童子尿。伤了吧你？没办法，就这么厉害。别靠近我，快走！大爷，大爷，小爷，你确定他今晚有灾？血光。走了。江总，等一下。危险！你把这个收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太上老君送给我的礼物，收好了。小仙，你对我真好。客气，走。公子家中可有奇侠？没有没有，
其实我还是个厨。哎，公子对小女子可是认真的，日月可见。要是有假呢？不得好死。刺激啊！
为什么不笑？你很像他，但你不是。放心，等我杀了他，我就放了你。你老说我像他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跟他到底有什么过节吗？一想到这个人，我就生气，生气我就想动人。你应该也不想我到处乱动动吧？不要，不要，啊，不要！啥？这么虚弱，
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我是正人君子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做？好好说话。因为我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做。我下凡之前，师父有跟我说过，天下无妖。可是我一直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不过现在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因为心中有怨恨，所以一直在外面伤人。可只要消除怨恨，就无怨无妖。所以你想消除我心中的怨恨？是啊，你每天动我，就不会在外面动别人了吗？只不过再这样下去，我肯定会死在你手里了。那我就找到你的下士，继续把你动起来。哇，你这只腰真的好狠啊你。你真像他。你老是说我像他，他到底是谁啊？真的有我那么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吗？负心人下辈子
做了只白猿，然后呢被天上的仙师看中，一辈子被带上天修行，可是修了很久很久，呵呵，考试总是被雷劈的。他的名字就叫天意。他我找了他几百年，我告诉自己绝不会放过他，我想我一定下得了手，可是当他就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却很开心。我就想问问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，我想问问他为什么放弃我。他就是我。他胸前也有块星星的胎记，这是我给你的冻疮，是前世的印记。师父，为什么每次飞升考试我总是会被雷劈中呢？你别老怪雷呀、你还有一事未了。
只要能救他，我干什么都可以。他的元神已经丢了，救他很难。你是个神仙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只要有希望，我真的干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可以？什么都可以。香的时间便会魂飞魄散，地上一日，地府三巡。在这之前，你若能找到一朵有花有叶的曼珠沙华，我便救他。曼珠沙华，地狱之花，你是？长草如毒断肠，今日诀别。满珠沙华，花开黄泉，千年一开叶，千年一开花，花叶永不尽。你等我，这时我绝不放弃，绝不。转世只能在那无尽的忘川平原回荡，有花有叶的曼珠沙华不在黄泉，只在心中。只有真正爱你的人
才能找回你的元神，那株白色的真爱之花。天意让我遇见了你，这次我绝不放弃，你是我前世的记忆，抹不去的曾经，不是我你还是你，一切却那样熟悉，唯一不变的秘密是你。我想回到傻傻相识的第一天，陪你再看一眼南山遍野的白雪，你看我们这一刻曾许下的誓言，不管你是不是情意满意的，我说到做到啊，轻轻抱你在日落来临，千万不要告诉永远爱你，你答应我最后一天一定让他吃饱，放心，你做不到的我帮你做。喝了孟婆汤，体内妖气已除，希望你们彼此珍惜。躺在我床上，我跟你说，
给我开门，说清楚，为什么在我床上？开门啊，开门，说清楚。放开我，开门，放了，开门。我跟你说，恢复了法术，我能弄死你。这个家伙魂魄小心了，快放了我。开门啊，开门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床上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？说。温柔，从来不打人的。你的病已经全都好了。我是你的相公，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下去，知道吗？老板，还有我的，我要一个，给我来一个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这个。给我也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给我也来一个，我也要，给我来一个，送给你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不客气。叫你娘子了，我还是想叫你天意。你知道吗？跟你在一起，比做神仙还要快活。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从此以后。我们永不分离。师父就被处置了吗？师弟，我们已经在想办法怎么解决。
我会去跟玉帝解释，我相信他能理解的。天上一日，地上一年，玉帝只给了我们一日时间，我们没时间了。三昧金火，小妖精，钻心锥。师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是只妖，没人会听你解释的。玉帝赐我们神器，如果他还不火化，我们就杀了。不，你们不能吓他，我不允许。那就别怪我们无情了。你干什么？那可是我们的师兄啊！他已经被妖孽迷惑了，不是我们的师兄了。雪妖，你们什么都忘了？这回你跑不了了。Yeah!
什么？天意，谢谢你，是你给的爱让我忘记了痛苦，是你的爱融化了我的仇恨。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非常满足。是你让我忘了大鹏哥，我的世界只有你。师父会，你就不要去了，好好看守天书阁。